尼格吹袭香港，天文台今日下午1:40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。天文台稍早时曾表示，考虑喺正午12点至下昼2点之间改挂8号风球，有众多打工仔不满，直指天文台只系为咗某个政府活动正常举行而延迟挂8号，形容呢个行为系苦了打工仔。由于朝头早翻工时间仍然系3号风球，打工仔都要如常翻工，但系当天文台挂8号之后，打工仔又要预早离开。公司有机会翻2至3个钟就收工，再加上打风期间交通都特别挤塞，一来一回随时又超过3至4个钟。有网民质疑天文台迟挂8号风球的决定是为了令今日上午9点至到下午2:20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可以顺利举行，因为峰会时间刚刚好对上了天文台预测挂8号的范围，令到网民不禁作出联想。不过都有网民为天文台平反，更加直斥打工仔这种心态不可取。